经理啊，今天小姐怎么那么少？客人都在哇哇叫了。那你就一个个去联络，叫他们回来上班啊。我又没有资料，怎么联络？好好好，我打给干部，叫他们去联络。你先去照顾客人啊。喂，小李啊，哎，店里没小姐，快点叫小姐回来上班啊。如果拿到监视录影器的内容，就可以查到申哥是谁了。好了好了，302我马上来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去照顾客人啊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两位小姐，是你的学生吗？怎么来了这么久都没有人来招呼啊？今天小姐休息比较多，干部也来的比较少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叫我美琴就可以了。这位老板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是不是在哪见过？是吗？我第一次来。我这个朋友刚从新加坡来，麻烦你安排几个优质的小姐给这位简老板。简老板喜欢哪一种小姐啊？我无所谓，谈得来最重要。那两位稍等一下，我来安排。好。你到底想查什么？我有很多疑问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弄清楚。小雪，别忘给我。你要皮包靠什么？给我就对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检察官？那美琴她怎么说？我说那检察官姓宋，上次就是他审问美琴的啊。宋继刚，他到酒店去干什么？好，就按照一般新客人一样招待他。记得，千万不要让那些毒虫进去。等他走了，马上通知我，知道吗？作息吧，卓文君。学长，你真的好耶！夫人已经告诉我，你们不要插手，我已经在查。我知道你查不到监视录影方面，我是在帮。怎么办？叫你配合我就好。你们四个通通都有小费。快过来一下！怎么了？我的皮包不见了。啊，皮包不见了，后面掉在沙发上了，找找看吧。不好意思，帮他开个灯。奇怪，刚刚明明还在身上的，我们小姐走出去啊？有啊，进进出出好几个。报警吧，宋老板，没那么严重吧？简老板的钱包是不是早就掉了？这样我没有办法确定是哪个小姐手脚不干净。反正你不用担心啊，今天喝的我们全部都会付钱。但是我要知道是哪个小姐偷走了我朋友的皮包。喂，司警大，我现在在帝王酒店302号包厢，我朋友的皮包被偷了，麻烦请你过来一趟。我们店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，你这样报警，消息要是传了出去，我们店里风评会很不好。经理，从302包厢走出来这两个女的，我们要请她们协助调查。好，我马上通知她们。
另外这监视器的画面我们要拷贝下来，麻烦你。哎，小李啊，协助警方办案，把监视器全部拷贝下来啊。麻烦你。来来，我带你去找他们来。好，这边走。发现不明的白色粉末。小姐，我问你，你这两包白色粉末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毒品？经理，这里面所有小姐身上所有东西，我们都要仔细盘查，只要可疑的，我们马上带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总之，打死都不能承认店里面跟毒品有任何的关系，知道吗？宋继刚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终于，他们已经拿到了监视录影的内容，也查到了毒品。不过，我们现在是证人，你打算怎么脱身呢？就说皮包找到了，我们回警局作证就行了。哎，你以前当警察的时候也是这样办案的吗？非常时期就不用非常手段，走吧。你快快跑，好，上车，快点。你干嘛？什么干？你没看到那么多阿蛇，低调一点，我不想让他们认得我的脸。My friend， 阿瑟，你在这边哈车啊？那怎么我们刚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你？早知道有事情问你就好了。我哪知道什么事啊？我也是来代班的，都是我弟健全啊，他被开除，我就要帮他趴车啊。不过我做到今天而已啦。你赶快把你表弟找出来啊！我们要查到那个森哥的下落啊。阿瑟，我一有健全的消息，立刻通知你。记住啊，不要忘记啊。看着你啊，夜色。我都没有想到这时候跑这么来，怎么跟中医药亭这么熟的样子？在聊些什么？监视器过滤出来，这个男生啊，经过梁东明指认，绰号叫森哥的人。这个森哥本名叫施明生，有暴力讨债，还有妨碍自由的前科。贩毒呢？根据线报，店里面的小姐说毒品是森哥带来的。他真的没有烟毒前科吗？松姐，这个叫森哥的，他真的没有贩毒前科哎。那他有没有手下是从事贩毒的？有没有办法查出他底下的小弟？有，查了。他的小弟叫阿牛，但是家中并没有大量毒品。我认为他是上游药头，否则不可能在阿牛死后，他还可以把毒品流入酒店。知道他的住址吗？有，查了。好，我们准备行动。是是。宋姐。黄队，黄队。雪莉，他要从美国回来。刚下飞机，你们要出任务了、啊。这个男子叫施明生，他是阿牛的大哥。阿牛。就是涉嫌给古富贵毒品的那个男子，这个任务交给我就可以。连队，学长，从美国回来了。对。宋姐，听说你们有那个叫阿生的消息吗？啊，对，他叫施明生，我们将要去逮捕他。我们专务调查这个叫阿生的一段时间了，如果王队你不介意我们跟他一起去的话，也可以多多帮手啊。学长，不要这么说。如果跟学长交叉到的嫌犯能够一起破案的话，也是一件好事。钟耀廷，我们可以出发。是。廷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娟娟，怎么警方才到店里拿监视器，这援兵马上就到了，你不觉得太过巧？你怀疑严队？
我们没有实质的证据。如果让他知道我们检察官不信任他的话，岂不是打击他的士气？现在在哪里？不管你人在哪里，马上到办公室来找我。喂，真三队在前面，跟人家抢什么头像？是。吉祥，我们找施明生。啊，阿仙啊，你得爱过年过节才有回来哦。你是跟阿妈去？你是阿仙的什么人？我的阿妈啦。刚到后门里去。无啦，阿妈，只是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伊。啊，你平常时是安怎甲阿信联络？为红线的这支啦。叫我敲一支电话啦，阿妈，恁家的电话敢会当叫我敲？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。王队。施明生应该没有住在这里。这是明生的手机，帮我锁定一下手机号码。收队。对。开始。王队，你总不问问他奶奶施明生最近有哪没出入，还是他住在哪里啊？施明生平常也只有过年过节才会回来，我想他奶奶应该不会知道，即使知道，应该也不会告诉我们。对，既然在这边找不到施明生，那我们就分头去找。我会请中国队的同仁帮忙去找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。谢谢学长。锁定施明生的手机，我要在天亮之前逮捕归案。是。从现在开始，只有我可以找到你，就连你带那些小鬼都不能让他们知道怎么跟你联络。是，兵哥，警方怎么会这么快就找到我？是我自己不小心，当我没问。为什么钟医跟药婷一到酒店拿到了监视录影器，马上就认出阿生是谁？
道跟梁冬明有关系？梁冬明这个人认不认识？我不清楚。这个梁冬明肯定脱离不了关系。这个苏建全现在人在哪里？半途而废啊！你自己要吸毒，你也这样的痛苦。上面说的轻松，志宁啊，那天剩下的在哪里啊？丢掉了啦。啊？怎么可能？那天还有两包，就算你用了一包，还有一包啊，怎么能丢掉？你骗人啊！需要他吗？苏建全，我也一样跟你一样靠毒品啊，可是我也没有用啊，因为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好好的做人，不要再当一个毒虫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没有救了。你可不可以想想你妈妈？她就是辛苦在煮面赚钱，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？我的妈妈像她一样那么好，我绝对不会去碰毒品的。
说了。找几个人去找苏建全，安排怎么样？斌哥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好，还有件事，梁东明这个人，给我盯着点，看看他跟真三队到底什么关系。是。开始吃物件，不过恁爸较细声诶。互相体谅一下啦。主要是要体谅恁咩啊？若无欢喜，会使走啊。啊。毋是啦，这都拢老主顾咧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恁这吼，我请啦，有恁去旁边吃好。你讲你笑话啊？我哪里够准备？啊！我。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就要先投降。啊！你是哪乱？哪乱？没病也蛮夸张的呀！我过来想想呀！救命啊！你瞎弄！救命！卖掉，卖完了，回去。救命！哎呀，你到底谁啊？那个我跟几万两的账，我几万两？你没笑你呀？我是我跟几万两啊？安娜，安娜，东哥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赶快来！我厉害你啊！叫我见到你啊！我兄弟，我知啊你啊，你别较注意，是叫我上好啦，你别直接不干你啦，惊，叫你走啦，都别送上去，阿姨，阿姨你冤枉我，阿姨，哎呦，他讲也无安怎啊，咱都爱带伊检查啦。阿姨，医生讲你有贫血，要来去病院做检查。哎呦，好好休困，你当作来这做健康检查唔就好啊。哎，但我哪有命通好休困？哎，我迄店是爱店租呢，我若一天无做生意，早晚我连大所在。哎呀，阿姨，啊钱的代志你免烦恼，我处理就好啊。上无我去店下替你倒煮面，趁钱唔就好啊。你放心啦。我当煮水啊，你敢那样吃面啦？你那样煮面，哎，袂好袂好。阿姨，都好。你若搁这样固执，进前的代志我都无要插，你家己处理哦。这狗是伊呐，伊嘛真厉害呢。啊，我甲拔掉的，伊嘛当走去。就莫给我抓着，给我抓着吼，绝对给伊整粗肉的啦。这未晓想的。阿姨，你就是想过两心啦。啊，伊凊彩讲讲的，你就相信，后盖先问他安尼啦。好啦好啦，阿姨都好，你好好休困。等下医生吼，就会带你去做检查，啊，我先去店下，甲你斗相打，啊，顺便去找健全，我看我再来看你，啊。东明啊，你真是足甘心的啦，健全让你一半良心，才要外好。阿姨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就甲我妈妈同款，以后不管怎。我一定会有效力的，
伊就放心，你只情用我先来好。阿水弟啊。你们干嘛？别搞错，这里是医院，别乱来啊！医院又怎么样？告诉你，这枪开下去，医院也救不了啊！你不认识我是谁啊？走，走。哥，我跟你们又无冤无仇，我不过在面前插你两句，有必要这个样子吗？我真的跟你们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要不然，我再饭店办两桌，跟你当啥人做总可以了吧？等一下你就知道。手机还我！手机还我！手机还我！兵哥，这梁东明是谁？梁东明知道你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他只以为你是赤面跟他起纠纷了。我不希望他联想到这件事跟阿胜有关系，把他给做了。找个隐秘的地方把它埋了，利落一点。对。王雪莉，钟意要停。梁东明，你不是县名是什么？兵哥，就梁东明电话里面和警察跟检察官电话。看来很多消息都是他透露给侦探队的。这种人如果让他继续活着，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威胁。盯好那两个人，看他们有没有把事情处理干净。还有，赶快把苏建全找出来，一起处理掉。是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梁哥，梁哥你跑掉了。他跑去哪里？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把他找出来，听到没有？是。大哥，这边。我怎么知道对方是谁啊？你连对方都是谁，我们怎么帮你找仇家？有王队。现在仇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帮我把手机找回来，我上面有很多重要的电话啦。
你手机里面都是妹的电话是不是？啊？不是啦，我上面有你们的电话，要是让钓上兄弟知道我跟你们警察有来往，我九条命都不够花了我。My friend， 你不用担心啦，我们会帮你锁定手机位置，找到伤害你的人啦。说好手机，施明生的手机你找到了没？好的。报告王队，施明生的手机找到了，在大湖公园的湖里。王队，我总觉得好像有人告诉施明生说这个手机被锁定，不然他干嘛把手机丢到湖里面？我们可以去寻找那个手机在被丢到湖里之前的行动轨迹啊。连队，没办法，手机的移动轨迹是要单点，没办法搜寻整个行动路线。是这样子。阿 Sir，你们不要只关心施明生嘛，我的事该怎么处理呀？我来帮你好了，你的电话号码记好。My friend， 连队被搞得倒沙缸嘞，你保持啊！我也没有这么神啦，要先问看看他发生什么事情啊。学长，那梁同敏的事情就麻烦你了，我们还要找施明生的其他手下。周耀廷，出发。嗯，是。你叫梁东明是吗？是，我们有见过面的，但是好像不太熟。哦，你跟王队他们很熟啊？熟啊，我们一起常去吃饭啊。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四海啊，我就是他们的民间友人啊。所以酒店施明生的消息是你提供的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那消息不是我提供的。那就是王队他们拿这个监视录影器让我指认这个森哥，指认而已啦。听起来你对道上兄弟都还蛮清楚的嘛。那以后我们真武队需要你的时候，就请你大力帮忙了。连队，你快别这么说啊！只要能帮助你们警方破案，我是很愿意做一个模范市民的啦。梁东明，你果然是县民。啊，电话号码给我。0937。对方早上还记得吗？看到人我就记得了。还有几个？两个。但是我觉得不止哎。他们拿我的手机出去，我认为外面应该有人指使他。哼，看起来你也挺聪明的嘛。就这么死了，还真有点可惜啊。他们跟你有什么过节啊？也没有什么过节了，就。说来话长。OK， 我会尽快找到你的手机了。如果找到歹徒的话，还要麻烦你过来这边指认他们。谢严队，谢严队，严队，我的手机对我真的很重要啊！要是我的身份泄露出去，我可能就玩完了。你放心，你在协助我们办案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让你发生意外？谢严队，谢严队。外界都传言队是笑面虎，阿姆哥，我认为人阁袂歹呢。那个，梁东明的手机已经加装了微型发报器，所以现在不管梁东明在哪，我们都可以追踪得到他。班长，叫梁东明跟苏建群一碰面，就把他处理掉。是。他们两个，一个是毒虫，一个是警方的线人。就算发生什么意外或被人家砍死，都是很正常的。好，丁哥，我去安排人。丁哥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？刚才那个王雪莉说她找到阿森的手下了，那手下到底是谁？我在担心他把阿森给供出来。是，我会去了解。王雪莉，
货带没有？钱呢？梁东明的手机，刚才已经请建设组收集上面的指纹了。不过我不晓得要怎么样联络梁东明，只好把手机送过来这里了。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找他，不过放心，交给中医药亭就行了。谢谢学长。他经常提供情资给你们吗？是啊，他的情资几乎是100%正确，没有什么失误。所以他是很重要的线民哦，难怪他手机不见这么紧张。对啊，他很酷。雪莉，严队，凤姐。那几个嫌犯有说出施明生的下落吗？没有，他们都否认跟施明生有关系。好，给我他们的照片，我请人指认。是。找人指认？是梁东明，还是有其他人？这是雪莉他们带回来的四名男子，根据他们的供词，他们都与施明生无关。希望主任可以请人帮忙确认。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与施明生无关？好，作为主力，有消息马上通知你。谢谢主任。主任，小伟，来我办公室一下。主任，主任找我。小伟，把这些照片输入到我手机。对这几个人是不是有影响？是否有跟施明生在一起的人？主任，真的谢谢你。要不然我真的撑不下去。你可以撑过一个晚上，就可以撑过第二个晚上。如果之后毒瘾再犯了，你一定要忍耐下去哦。我会的啦，来到你这边，我就可以继续撑下去。拜托，我不像你，整天没事做。你哦，以后最好还是少来这里。你不欢迎我？我一个人都习惯了，突然多你一个人，又是男生。废话，当然不习惯啊！而且我现在就要去应征上班了，又不方便把家里钥匙给你。你还要回酒店上班啊？我没有学历，也没有经历，不靠脸美色，靠什么？哎，你这样不是办法啊？难道一辈子就这样子吗？以后再慢慢打算啦，
你先管好你自己好不好？我会啦，我会好好帮我妈的。倒是你，你把你的妆化这么浓，现在黑白两道都来找你，很容易被认出来。我看你哦，就不要再碰毒品了，这样就不用陪客人出去啦。你看看你，如果你这样子被亲朋好友或家人看到，那怎么办啊？我没有家人。不会吧？那你爸你妈呢？怎么了？不方便说？其实我爸爸也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人，他甚至还把家里的祖产田地通通败光光了。妈，别提了，你别跟他斗茶缸了，我一定会改啊，改再八摆，田后你卖啊，这边无啊啦，我卖过钱给你啊，剩的田后要人饲你查某囝，你敢真正要看我死？你死死也就好啦，他不要看你大家的猫笑啦。你若会安尼对我，我若死吼，就无人甲你捧到啊！我捧到，我咧遗憾啊！啊，你是要走啊，不爱走？你若不爱走吼，我叫警察来抓你这条虫。哪有家己的老爸对家己的囝呢？你啊，无资格做老爸啦！你讲啥呢？我讲一摆。好，我甲你讲哦，尊重你阮老爸啦，我即马来去甲厝内提提来卖，你嘛无爱发度啦！你敢会做会起？只想要教训一下爸爸，却没想到就这么失手把他打死。爷爷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，也喝农药自杀了。家里的辛苦，还要夏天去工作，最后扔下我就走了。难怪你昨晚会说，如果有个像我这样的妈妈，就不会碰毒品了。既然你爸被毒品毁了，我们就不要碰毒品，我们一起来戒好不好？我们同命相连啊，而且你也劝我不要吸毒，不是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最好不要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。我跟我自己说过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的对象。有钱人会喜欢一个吸毒的女孩子吗？你要先变回正常，才能找一个正常的对象嘛。我还是老话一句啦，你赶快把毒戒掉，然后你去警局把荣哥的事情交代清楚。你就没事，就给钱牺牲我啦。你也可以把我妈当做自己的妈妈，她对人很好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自己也是啊，让阿姨那么伤心难过，你要好好回去跟她道歉才可以。不会的。你知影无？阮妈大姨，谁的大姨啊？谁的大姨？好你气的啦！伊辛辛苦苦替你解毒，你竟然骗我，你巴肚疼，叫我闹跑去！你这么是足敖的呢啊？哈！这么是安怎？一定要我叫警察给你抓起来，好你有前科，你才会爽，你才会欢喜就对啦。不是啦哥，我已经会当改啊啦。我听你咧讲咧，我是生毒虫，是愈聊愈深啦。你这款人讲的话，讲的是惊死人，做是笑死人啦。你讲的话是真的，屎拢会食的。是啦，是真实的啦。真实的，这你的头啦，迄拢是阿姨生软啦，才让你走去。我就是我，我看你是要走去倒。
哟，我昨足痛苦的走出去，啊，不过我无食当呢，而且我紧过来啊，我相信我会继续坚持落去。好啊啦，莫甲我讲遐济啊啦，你这话吼，留去病院甲你妈讲啦，行啦。哎，来来来来，你怎唔走去倒？讲啊，走去倒。我以为不要红红女士回来了，刚刚医生来按电话的时候，人就已经在了。啊！进进进，行，紧进来。太大件了，咱拄则在胃出来呢，是厝的米大啦，进来啊。我想要看到你，妈，别再叫啦！你有毒品就好啊，毒品跟你去亲啦！你爱我这老母要创啥？阿姨，我拢调查过啊，健全昨昏走出去，规暝拢无去吃毒，我相信这个一定会改起来，你给伊一个机会啦。大明，伊昨昏那点代志，拢是你找伊在讲话，阿姨家己呢？伊对我咧无要无紧，伊敢不想要去悔改？叫我要哪相信伊？妈，以后袂个啦，这个是真的，是真的啦。我来这个无改掉，伊就报警查搞我俩。健全若是搁去食毒，我绝对叫警察甲抓起来啦！你跟我当真是？我会赶紧去找头路，袂让你烦恼。以后我会嘛好好甲你友好，袂搁你遐代志啊！过只歹看。健全这届应该是真心悔改啊，你着搁相信伊一遍。明哥，这是你要的药，这个药药效很强，30分钟之内就会入睡。醒来之后也不会有副作用。斌哥，怎么你最近是不是睡不好？还是？是啊，有时候都要喝两杯才把睡着。最近事情又特别多，想说看看吃这个药会好睡一点。斌哥辛苦了。没事，咱俩回去休息吧。有事我再找你。是。
不是喝醉了，他是嗑药。不好意思，公司规定我们要单独面谈。白色衣服小姐，请先留下，其他三位在外面稍等一下。子琳，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我不想应征了。我要留住的人没有一个走开。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吗？我就是那天安排你跟荣哥出去的干部。我没有杀人。没有人说你杀人啊，警方也只是要你到案说明而已。结果你搞失踪，害得他们一直找我，我都快失业了。不好意思啦，因为我有吸毒，我也很怕警方找上门啊。我跟警方也算有一点交情，如果你愿意出面跟他们谈一谈，把事情交代清楚，或许就没事了。你是不是在想，如果我出卖你怎么办？你要搞清楚，我店里这么多的少爷，我只要无线电一通知，你是不可能走得出这家店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有没有吸毒跟我无关，但这件事已经牵扯到我了，我就不可能不管。如果你也认为我们是在同一艘船上，告诉我你跟谁拿毒品，我可以帮你跟警察说，请他们不要再找你麻烦。神经啊你！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讲的话？讲出来我还可以活吗？都到了这个时候，除了相信我，你还有其他选择？兵哥，这么快就知道我开的那酒店了？最近做事情小心一点，我怕我们被盯上。最近我在理清一些事情，等到我弄清楚，就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。老板，老板是谁？为什么查施明生的手下？奋力去抵抗，今天输了也要自在。怎么回来家里的？老板的身份是什么？打给陈美琴的电话都被浪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查。不过初步不排除我应该是调查局或是廉政署的电话。这是严文斌的手下，这次的任务我想让真武队参加。走。看来检察官已经追到这里来。阿生也不能留了，到底查到什么？追查到我了吗？这次的任务除了你们三人之外，绝对不可以泄露给任何人知道。不行，万一这只手机也被监控了。主任，不需要让研队知道这次任务的目的吗？暂时先别让他知道。闪电组，我不会给你们第二次机会。现在可以监控梁东明人在哪里？我已经找到他的位置了。梁东明曾经落入毒品，整个贩卖过程他都很清楚。一天不把他除掉，对我们来讲就是个很大的威胁。这不定时炸弹，懂吗？是。